2022香港小姐竞选在23号进行第三轮的面试，连同海外佳丽总共27人在朝早陆续抵达电视城。当中大二的连诗雅师妹邢慧敏穿上黑色的连身裙，大苏她的高挑身材。林俊贤的女女林卓琪就以白色的公主裙亮相，排场十足。有翻版孙艺珍之称的梁超仪亦都顺利入围，再以黑裙亮相的佢笑住话鍾意黑色，觉得可以带嚟好运。至于喺福士接近以素颜见人的 Erica， 今次就悉心打扮化妆，即时升呢散发仙气，仲有啲朱自然的影子。去到正式见记者嗰阵 ，Erica 就回复上下齐露本色，换翻条低胸裙，带晒靓身材啊！今年港姐面试罕有咁去到第三次，除了为海外佳丽而设之外，亦都可以俾评判再精挑细选，希望能够将港姐美丽与智慧尽情展现。